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 4月11日 ,2021-22 赛季常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 ,30 支球队同营收官战 ,15 场比赛将上演，关于常规赛的所有悬念都将在这一天得到答案。4月11日赛程，北京时间客队在前，主队在后 ,3 点30分步行者 VS 篮网 ,3 点30分奇才 VS 黄蜂 ,3 点30分雄鹿 VS 骑士,3点30分老鹰 VS 火箭 ,7 点凯尔特人 VS 灰熊 ,7 点猛龙 VS 尼克斯 ,7 点热火 VS 魔术 ,7 点活塞 VS 七六人 ,8 点30分公牛 VS 森林狼 ,9 点30分马刺 VS 独行侠 ,9 点30分湖人 VS 掘金9点30分雷霆 VS 快船9点30分勇士 VS 鹈鹕9点30分国王 VS 太阳9点30分爵士 VS 开拓者篮网能守住第七吗？东部附加赛区域球队早已确定，但具体排名和附加赛对阵情况要看收官战的结果。根据附加赛规则，第七名拥有主场优势，而且即便首轮输球也有第二轮晋级的机会，等于自带两条命。篮网如果能够击败步行者，他们将锁定第七，如果输球要看骑士、老鹰和黄蜂的战况，篮网的排名会在第七至第九之间，不会掉到第十。若是第八，篮网附加赛首轮没有主场优势，但还是多一条命，一旦首轮未能晋级，第二轮是主场，一旦是第九，